早安啊，早安。我今天是吃凉面，就是秦家凉面。啊，生意不错，然后一直都有人进去，陆陆续续。我帮你吹，那是凉，难道那是凉面？我点的比较特别，我今天点炸酱啊，炸酱凉面，炸酱，它有炸酱，然后呢旁边又有麻酱，嗯，它有副麻酱哦，它的炸酱是有副麻酱的，对对对对，哦，那个来啦，那个来啦，我以为它只有就是只有炸酱这样子，混起来的这个味道，因为通常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很少吃到炸酱加麻酱，等于是双拼啦，嗯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辣辣不用看。你喝那个，你加一点点那个汤好了。我是辣油，来。我的面就比较会粘在一起，它已经装好了，你的就没有，你的比较松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现抓的。爸爸，它好像没有备炸酱，还有备麻酱而已。吃啊，那你最爱的耶。对啊，哇，凉面配上蛋蛋。没有，它的是味噌面。我看辣油有辣，嗯，炸酱不错啊，那个炸酱香香的，懂吃哦，嗯，看我的咯，好啊，嗯，我的咯，耶，少女来。来，转过去。对。我看有点烫。能不能把贡丸给弄凉了？对啊，炸酱跟麻酱混在一起有双拼的感觉，但是它的麻酱比较。汤一点没有那么对，比较淡一点。嗯，但你加了一点辣之后就哦。但我觉得可能一定要加一点辣，不然它的麻酱味道是比较淡一点，不是那种浓稠勾勾那种。它有点像麻酱水、啊，但是它不是真的很水的那种，它就是就没有那个麻酱，不是弄出来会有那个麻酱那个泥，像勾勾那个泥吗？它倒出来都没有。自己本身有做过麻酱面的，就知道，如果你麻酱加很多的话，就会很勾。啊，它而且它这好像有混蒜味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它这个麻酱应该有，可能有加蒜泥。双酱味道可能会比较咸，因为它炸酱有咸。看这个。你在干嘛？你吃看，我觉得它炸酱还 OK。是吗？颜色真跟我差好多。就感觉你这个凉面有加肉燥的感觉啊。
对吧？那比较有咸味吧，有肉感。那我这就单纯就是面这样。你看我小宝贝吃成这样子啊 ，OK 的。嗯，他加那个味精进去 ，OK， 味噌甜甜的。味噌凉面。味噌汤面。他吃的表情很多。不要。不要。他更晚要吗？好像被拦截。会要吗？凤凰，凤凰好吃。嗯。要什么？要什么汤？就是汤吗？嗯。还是豆腐还是蛋？要蛋吗？要蛋蛋吗？好啦。那豆腐呢？贡丸呢？贡丸好吃哦。好吃吧？要吹啊。烫烫哦。找他的衣服拉一下，有那个吗？这个袋，小心拉油。嗯，要供完吗？拜拜，不错，慢慢吃。好，我们慢慢吃，慢慢喝呢。